SBL 明星赛星期六登场，而明星红队是老将陈志忠当队长，而先发前锋简浩呢还指定了人气王刘真准备接他的助攻，上演空中接力。台啤球星刘真场上精彩表现，球迷有目共睹，让刘真以超过47000张选票成为第12届 SBL 明星赛明星红队的人气王。穿上这件球衣就是球迷还有很多朋友的帮忙，对啊，所以才可以穿上 这件球衣，所以就 很感谢他们这样。除了刘真之外，台啤后场蒋玉安、赖国维以及洋将 Patrick O'Brien 也一同入选。O'Brien 更透露他自己也有上网投自己一票。Yeah, I appreciate being voted in.It was kind of hard for me to figure out how to work the voting system in Chinese, but I think I figured it out and voted for myself like 2 times. So the other 7,000 were from the fans, and I thank them for that. So. 而人气同样非常旺的简浩，除了想用拿手的三分外线回报球迷的肯定，更点名刘真要随时准备好阿雷乌。其实我只是想给球迷一个比较好看的秀啦，只是这样而已。然后我会尽量投进三分啊，对吧？不能怪我，投不进不能怪我，应该会丢一些 LU 给刘真去灌吧，然后灌不到打他。明星赛他们应该不会把我赶出去吧？不过明星赛我们也不可能对裁判，因为大部分明星赛的裁判，我想应该都是女裁判啊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去 argue 什么。不过我觉得明星赛真的像例行赛也好，季后赛是完全不同的。就是以秀位 为主，球员会有一些作秀的，比如说，刘真超球以后要灌篮，小安甚至小安要灌篮的话，我都希望对手能够让他们好好的表演。明星红队在总教练许晋哲领军下轻松练习备战，至于明星赛会不会上演总教练被赶出场的戏码，比赛当天就近分晓。UZN TV 甘邦杰、张一起新北市报道。